出了名实在蔓延，诛心的收敛，自觉遁入假面，默契在指尖，做一年前谁发言沦为一夜变的信念，睡进旧的语言，身体被收剑，机会留下深渊，光阴在侧脸，一双眼期待命运逆转局面，黎明钟声在消闲，你听着节奏多敷衍，谁的呼吸若隐若现，我知道我们知道迟到的反应，我把迟到的然后他说我没带礼物，只好送快递了。十二怎么真是二？我自己是觉得五一有可能是吧，我在以为一定是八，但是查查，但是查查，刚好我说不了。玫瑰的冷空气之间弥漫着香气，属于你吸引力，来一起寻找自己。城堡里飘荡的幽灵，悄悄后落地，迷雾散去，人间回到这那迷茫的世界。读米卦象都认为三四处，搞不好是三四还有几个四。哎，你晚上要查谁，你的票就票谁，让魔术师知道你要查谁。一号昨天查的是二号，二号是狼。你读到一个就是他们的刀口，然后后面反而去站狼边，然后搞空刀。今天就是六跟八的局，我们今天只能留下一个人，好不好？想充一点毛，比如说是效果。啊，我们都绑票啦。狼人就全票出我。好。我是黑市商人，我很忙，枪掉掉。你是狼的女啦，三号金腿牛排，还有他跳断腿了。哇，真痛无师，二号是女巫。你的少女巫吗？真女巫吗？代表你当黑市商人。二号牛排，我有四号，所以四号是狼人。你换谁了？不是在打平衡，是在做对的事情。因为我觉得好像可以谈谈。狼店也是把十号招了吧？关上代言人，谢谢对方。所以在你的视野里面，其实你不知道十号可以谈谈。跑出去没启动技能，领图是不是？但是如果要硬要跳的话，只有三点。二号、四号随便撞一个，一定都撞 OK。我是机械狼平民啊，那一号玩家有个思考量，还是很聪明，不是吗？你是不是开视野？你为什么可以知道断定四六的发言让你再发一张牌？刚刚完全没听到就知道打 WhatsApp。你说我盘的不好，不就你了？